裙，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一件连身裙的裁剪，因为很特别，尤其是它裙角那一边的裁剪，它有点像 tuxedo 的那一个裁剪这样子。OK， 三个色，久违了没有的颜色就是现在我身上穿的这个 hot pink， hot pink marble orange， 还有就是 dark green， 就是那个枫叶橙。它有点带红带橙色，可是带 orange 色的那个成分会比较高，比较多啊。HDP 零六价钱是80，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最大是去到 XL。我身上穿的是 hot pink， 这一件的裁剪是非常复杂，非常多的小细节。dark green marble orange 加我身上的 hot pink。我觉得这一期如果连身裙来讲，这样子 fitted 啊，这一个款式是 fit， 它也不算是 fitted， 它是比较小 A， 很小很小的 A 啦。OK， 面料是有弹性的西装布面料，有口袋啊，左右两侧口袋是方形的，我很喜欢裙角的款式。然后它就是这样子，完全没有过唇，对了，类似的也没有，也没有过，添加了非常多的小细节。蝴蝶袖的，然后它就加了这个边，整体就是说小细节方面这个很到位啊，就是说很多的小细。然后先声明这个啦，我的腰是78，这个稍微比较贴，因为我们这是76，可是我的腰78是可以呀、啊，是比较贴，是因为它稍微会比较有锁腰一点点。所以说，如果你的 size 我一样啊，你能接受，就说你看我穿这个身上捏不到的哈，是可以啊。那么我这里我还是会带走 M size 啊，毕竟说穿起来比较有曲线，有曲线显瘦。所以说能接受腰贴身78是穿得到，我是穿着哎纯新那个款式啊，所以说这一期找着就是说上班一些的连身裙，强力推荐带走这个款式。想要讲跟以往不一样的款式啊，强力推荐这一个款式。OK， 前面就是这样子立的啊，左右两侧这样子三个折，然后它裙角，讲真的，它这边裙角的小细节是非常非常多的，它这样子破开，这样子按压线来车了。OK。它这边是这样子扩大片的，这边一片，然后裙角这边是这样子有 shape 的，它不是平的，就像那些 tuxedo 的那个裁剪这样子，后面是这样子平的。 OK， 三个色，面料是一样，是西装布面料，有弹性的，你要比较耀眼比较 bright 的颜色，可以带走我身上这个 hot pink。 应该这么说， hot pink 来讲，今天裙子来讲应该是第一次有是吗？之前没有过这个 hot pink 啊，裙子上衣啊之类的是有过，可是裙子来讲是没有啊。 OK， 我身上穿的是 hot pink， 小白它不是那种 fitted 的，它属于小 A， 很小一点点，它不是这样子包臀的，所以我那些想要穿的比较贴身，然后比较有曲线，可是又不敢穿的太贴的，这一件是非常适合。上围就是属于蝴蝶袖的裁剪，转后面拉链在后面，由上往下拉，尺寸跟助理一样啊，这一件是穿得到 M 的，我是穿着 S。 OK， 我去换marble orange 给你们看先。所以说这个裙子你们可以看长度是有分多少到多少啊，是因为它是旁边这边 OK， 旁前面这边来应该是是属于前面稍微是比较短一点，那么身高160穿起来长的部位还是有到膝盖以下，旁边就稍微对看到膝盖会比较多，所以说160整体穿起来的效果就是这样，不会太短啊，这个短的部分还是有碰到膝盖那一边哈。 OK， 所以说160整体的效果就是这样子哈。三个色来讲，如果你说要显瘦的话，就是青。其实 orange 色也是会嘛，不过 orange 也是会显瘦。加上主播现在穿那个色啊，我们前一阵子是不够抢它，因为那个颜色会比较少有。当你说青色来讲 ，compare 这个颜色会比较少看到，青色会有，不会像黑色这么多。当然，三个色最显瘦，可以选择我身上的青。还是想要显瘦比较复古的那个款式啊，颜色可以选择主播现在身上的这个 marble orange， 特别一点就带走 hot pink 哈。你要跟以往不一样的连身裙，讲真的，强力推荐这个款式，因为它裙角这边的那个裁剪，就是那个燕尾服的裁剪非常特别 ，OK， 不会太短，就刚刚好上。10是属于小 V， 刚刚好 V， 不会太低 V， 然后这些小细节，你看，讲真的，非常多小细节，这边这样子的折，然后加上裙子，然后前面还是 V 领有破开。
这边呢、啊，它其实不用破开啊，它特地两边破开三条线啊，下半身，所以说非常多的小细节哈、啊，这个款式后面是这样子的。OK， 三个是我身上穿的是枫叶橙啊，它就是有点带红带橙，可是带橙色会比较多，然后它有很有那个复古感，少有的颜色。对，然后它那个是带复古哈。然后最 bright 的颜色就有这个 hopping 连身裙来讲是第一次有啊，因为之前都没有这个 hopping。最深的色就有这个 dark green， 三个色，三个色各有千秋啊，就看你们最喜欢要哪一个色。OK， 我去换 dark green 给你们看啊。显瘦的话就不用多说了，一定是 dark green 啦。尺寸跟助理一样啊，穿 M size 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些。前提是如果说你的 size 和 A 样啊， M 这稍微是比较贴身啊，和腰那边，可是不会不舒服，它只是贴而已哈。阿迪克尼比的是 Marble Orange Solar。虽然说这件它不是那种很 fit 的裙子，可是 overall 它穿在身上，它会给人家有那个 fit 的感觉，就是它左右两侧破开了，它就感觉上啊，它就很像一个 fit 的裙子。怎么说呢？你看，因为你的视觉会在这一边这个 part， 这一个你会很注重在这个 part 这边破开这个 part， 它就很 fit 的那个裁剪去。有你选的是 hopping SO 的。如果上班，因为基本上它有两个色，这两个色，这个 Marble Orange 跟这个 Hot Pink 呢是比较 bright 的颜色，上班不能穿这么耀眼的颜色的。厂家还是很细心，他有做一个暗的色，这个是很深很深的青色，所以上班不能穿太耀眼，大 green 孔缝是没有问题的。OK， 显瘦的啦，又显白，因为如果相比之下啦，像刚才我们讲的 Violet Purple 跟青，我还是会选择青啊。我还是会选择青色就对了，尺寸跟助理一样啊，穿 M size 是没有问题的，三个色 OK， 各有千秋的颜色，就看你们自己喜欢。你要很特别的颜色少有的，就有这个 Hot Pink。你想要带点复古的，你可以带走这个，它显这个一样会有那个比较 bright， 可是它有带一点复古。你不敢穿的太亮的，你就带走这个啊 Marble Orange。显瘦的话，就我身上的大 green， 有到 XL 啊，这个款式 S 到 XL， HDP 06，价钱只是80啊，这个80而已。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啦。你要找跟以往不一样的啊 cutting 的。不一样的那个款式，尤其是裙角的。之前我们说这个厂家是完全没有过类似的，都没有啊，都没有，这个、是全新的一个款式。是 OK， HDP 06，赶快啊 ，S 到 X。Armani 的是 Marble Orange Solar。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式。